歡迎收睇石 Sir 手機，石 Sir 係嗱，今日終於7月30日啦，係暫時就好似冇乜嘢發生住，梗冇嘢啦，係即係到底係即係我哋國家隊拆掂數定其實原來搬曬去八月再嚟過啊？搬咗啦，搬咗啦，啊，哦，搬咗啦，即係好簡單嘅啫。凡係如一次嘅係突然之間嘅係黑雨咧，淋濕嘅人咧係多過比一次颱風嘅時之中淋濕身嘅人多嘅。哦，黑雨咧係可能啲人覺得冇乜嘢，嗯，仲好天，整零零零嚟啫，就唔記得搭車啦。係颱風咧，一早已經匿咗翻屋企啦。講7月30日。講新加坡 A50幾個，講成個月啦。嗯，人哋部署係喺6月15日之後就部署噶啦。嗯，真正部署咧係依個係6月20日，人哋做到而家啦。嗯，人哋做咗個半月啦，咁你都仲話唔醒覺嘅話，真係無知無覺，係咪啊？係，即係好似我啲老祖宗咁。一嚿飯咁，包括我都係啦。哦，一嚿石咁起坐喺度。嗯，係嘛？咁你係人都知道做嘅之後，嘢都做曬。咁做你世界嗰班賊都知道你立曬架撐嚟。係。佢會唔會同你硬拼咧？梗係唔會啦。係。去到因為前日到新加坡 A50，啲富士 A50，人哋個未平倉合約紙嘅手數咧，已經去到32萬張啦。嗯，八月咧升到35萬張啦。哦，即係睇到人哋已經轉咗啦。係。咁如果呢幾日每日仲轉10萬張過去啊，假設嚇，假設。咁你去到今日完咗之後，因為我淨係講數嘅前日噶嘛。咁啊，去到呢日完咗之後嘅時候，人哋可能八月已經又有50萬張啦。係。咁同你七月之前嗰50萬張有乜分別？嗯，係咪啊？咁人哋已經轉戰咗嚟八月，咁當然會唔會50萬張？我估計唔會嘅，40萬張到啦。嗯，係。因為點解你越沽越低嘅話，你如果真係俾你真係炒到一文不值嘅咩？嗯。啊，咁所以呢個過程入邊咧，啲人就開始就自然去到今日萬眾矚目，係睇實你嘅地方，梗係冇嘢發生啦。大得個炸彈喎，係啊，即係好似咁，呢世永遠都有鹹濕佬噶，係，所有人都望住嗰個鹹濕佬嘅話咧，個鹹濕佬唔會鹹濕噶，嗯，係，係咪啊？一喐就俾人拉，真呢個鹹濕佬，佢底性就鹹濕啊嘛，嗯，你一唔察覺佢又鹹濕噶啦嘛，係。係咁簡單，幾時鹹濕咧？係咁樣，我點知啫？唔知喎，係咪啊？即係我唔知道㗎。唯一一件事，各位即係男男女女都好，就男士都唔好俾人鹹濕啊。係，係咪啊？咪自己執生咯。哦，有冇話啲咩動作啊、手影睇到？即係總之佢點我就應該點咁咧？第一件事一定要知道，所有棋子嘅合約未平倉數目係咪一個所謂嘅合你嘅範疇。如果你以前一般做對沖嘅，幾萬張、十零萬張 ，OK， 係，你冇理由冇人做對沖噶嘛。咁即係如果去到哇100萬張嘅，你都知道唔妥啦，係，係咪啊？咁呢個就要醒目，自己出嚟。好似你新加坡嘅係 A50富時指數呢個7月份。人哋去到係六月嚇，20幾號嗰陣時，已經每日成交100萬張，未平倉合約指數就擠到上60幾萬張，維持咗差唔多成大半個月。係。不過嗰陣時冇人睇啊嘛。係。係嘛？包括我都冇乜提到啊，我都懵成成啊。嗯。後來突然間醒覺，哇！點解俾人哋插咗啲嘢咧？咁你只係揾資料，你先揾到嘅啫。係，係嘛？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冇法子㗎。你一定要知道嗰個情況係點樣。
咁插嗰下幾時？6月29咯。香港期貨，香港嘅期指結算嗰日咪之前嗰幾日咪插到只狗咁啦。係。係咪啊？咁所以呢個你就要明白呢樣嘢，要知道咯，係咁簡單。嗯。人哋幾時去個賊幾時做世界，唔會話俾你知嘅咯。係。話俾你知，我嚟做賊啦咁樣樣，呢個就唔係賊啦。嗯。係。係咪啊？好簡單。即係同樣啊，你一路都冇講請我食嘢啊，係咪啊？你話我嚟請你食嘢啦，咁我突然真要俾驚喜你好啲係嘛？啊係啊，好啦，唔好講咁多啦，我翻睇翻恆生指數啦。好啊，好啦，恆生指數記住嚟到呢度之後咧，跌咗落嚟，彈翻上去，咁然之後跟住而家呢度啦。嗱，咁呢個位咧，其實好大部分就要睇呢個位啦。呢度有個裂口位，呢個裂口就大致上係喺呢個嘅係25，即係25,000啦。呢個位咧就大致上就係呢個24,900嘅，就249。所以最緊要能夠如果突破249，上見25,000，就好快脆就會見到呢個係253噶啦。253、256呢啲位，若然突穿256咧。先可以講咧，就世界即係比較舒服，都比較舒服啫噃。係啊，因為之前仲有26,260啊嘛，係嘛？升埋260咧，哇！就查令得令啦。咁啊，國企指數好簡單啦，啊，仲喺到呢度，又喺呢個位啦。國企指數咧，你要點咧？升到上去咧，就係116。咁而家幾多咧？現在113仲是300幾點啦。上證指數這日真的不用說了，港股豬一般的隊，那天竟然你說完全都不出手的，翹埋雙手的，翹埋雙手的，那等死了，是不是？所以來到這裡，跟著之後他應該知死的了，不會翹埋雙手的了，那跟著看看上不上來這裡了。好，咁啊，深圳成分指數一樣啦。Dow Jones 嗱，咪又跌曬落嚟，又再上翻去。嗱，大家開始考慮，唔好以為美股升硬。我只係想提一樣嘢，呢、這個嗱呢度仲係一底高於一底，呢度平底，呢度開始咧係一底低於一底嘅。如果呢度再跟住彈到上嚟咁多，去到中軸到啊，即落翻嚟嘅話，仲穿呢個底咧，你都唔好話俾我知美股底唔低啦。美匯指數死都唔敢升啦，係嘛？因為一升嘅話，美國經濟又差噶啦，出口唔掂噶啦。日經指數你咁叻，你又升啊？啊，美元對日元。咪企124-125咯，係就咁啦。即係今個月頭就阿爺就暴力救市啊。嗯，都未夠一個月咧，啲人就開始話：咦，都差唔多咯喎，可能都要退市退市嘅咯喎。退市真係發夢冇咁早啊！啱先登落咗諾曼第，係仲有排先打到去柏林。係咪啊？係咁點會退市嘅啫？退市啲人係傳出嚟。就製造謠言，係邊度會咁快退市嘅？好簡單啫嘛，阿爺啃唔起呢樣嘢咩？哦，係嘛？同埋如果你揾到，你要接受一個新嘅經濟嘅概念，就是、金融系統嘅安全性，係不亞於軍事系統嘅安全性。如果唔係嘅話，美國點解要搞到咁大？咁大鑊結嘅結塔塔，由2008年搞到而家都未退到啊！係退真係，所以有啲嘢嘅時鐘你信，咁咪抵死先。咁問題佢唔退，但都會繼續崩㗎嘛？崩唔崩咧係另外睇嘅，崩係有好多種方法嘅。第一件事。我需要泵水下去，因為還是漏水。第二件事，我不用泵水，我截住不讓水流。
已經慢慢就定咗噶啦。所以好多人就話：你咪拎出嚟買嘢？唔係，你唔好咁諗啊！我只要有一樣嘢，我唔沽嘢，我唔俾你沽到大嘢就得噶啦。即係好似一個人要肥咧，唔一定要食嘢噶。你瞓喺度唔消耗，飲水你都會肥啊。係咪啊？所以有陣時話你一定要出嚟買嘢，唔係一定出嚟買嘢咯。你要制止到啲人唔敢沽嘢，應該咁嘅，唔敢沽嘢，所以就唔沽嘢。就得啦。你點樣使佢唔敢沽嘢咧？唉，好多方法嘅。又查又撳咁啦。即係好似依個美國啦、歐美啦，好多時都係嘛，我查你咯。係。匯豐俾人查好多啦。係。查到你冚冷乜都唔敢做嘢咯。你知唔知而家去匯豐開個即係公司户口？係好困難嘅。係咩？係啊。唔係有錢有。你以為啦？我啊，最近啊，應該唔係講最近啦，啊幾個月前，因為農莊，咁你知我搞農莊啊，個農莊都係做善事嘅啫，去開個户口啊，哇，搞咗3個月啊，查嚟查去，最後仲要我親身上去 interview 啊，試下俾得啦係嘛？唔得啊！好在佢係我讀者，稍微。側起隻眼，鬆張少少咋，知道你個睇你個衰樣，你都唔會中大麻，係咪？咁所以咁先得，所以你唔好以為現在銀行有錢攞過嚟，佢要同你做生意，唔係，而家好驚嗨到嘢，嗱呢一種咁嘅驚法咧，就使到連銀行系統入邊。你知唔知最吃香現在係咩人啊？炒嗰啲啦。唔係做炒嘢嘅人。哦。咁係咩咧？做 compliance。哦。即係要符合好多法規嘅嘢。咁啲 compliance 咧就點？所以而家做銀行家咧係唔需要數學家，唔需要數學家，係需要法律家。係。知道樣嘢都係。唔犯法。咁好簡單啦，樣樣都唔犯法嘅話，這是一個十分之理想的世界。細心你問你自己啊，今日有冇做嗰啲犯法嘅事？即係都係紅燈過馬路啲啦嘛。係紅燈過馬路咁鬼死小兒科。係。係咪啊？所以唔好講啦，好嘛？好啦，講退市哦。係。好。咁啊，最主要講啦，講幾樣嘢退市。7月20日就話整個平準基金乜乜動嘢，又唔整啦。呢研究呢個維穩資金退出方案嘅報導，話佢報不實，梗係話佢報不實啦。跟住有個國際貨幣基金委員會就敦促中國退出救市。嗱，我成日都話呢個咧係奸人嚟嘅。哦，呢個奸人嚟。係。對於新興市場啊，成日都係新興市場風雨飄搖嘅時候，佢就話你應該做啲嘢咧，嗰啲嘢咧永遠係益炒家退嘅，俾佢賺錢嘅。即係1998年又話香港啊，你干預啊唔啱啊咁，幾年之後又話香港干預得啱。我信你乜咧？又話要東出中國退出退市，你應該咁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以東出。美國退出救市，你有冇噏過啊？你夠唔夠膽噏啊？好似唔好中國，美國有冇噏啊？冇。係。係咪啊？中國應該點答咧？應該即刻答佢。識啦，細路，阿爺會退嗰陣時就退，未穩定下來就唔退。現在我告訴你，細路。係，而家呢個叫做 manipulation of the market，
市場備受操控，係係咪啊？市場秩序失衡，自由之手找到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橫行。我而家唔係要干預市場，我又唔係要救市場，我而家穩定市場。嗯、出咩聲啊？喂，伯南克啊，都係話佢穩定市場啦。嗯，佢又講救市咩？係，係你班人話佢救市啫嘛。而家阿爺唔係做穩定市場咩？係，係咪啊？1998年香港做嘅唔係穩定市場咩？點解穩定市場啊？因為之前有人去操控的市場嘛，你不要說這樣的跌法是由大貓組織出來，大貓只想的是上，哪裡想的是落啊，是是不是，很簡單。好了，再回來看看，由於你這樣說完之後，7月27日衰鬼啊，國家隊又不出來護士，是不是那天呢已經說過了，衰到怎樣做呢？衰到還說我有錢多了使不完，給回銀行。是哇，你只要給回銀行，即使你繳械啦、嗯、是不是，我這個真是火箭炮不需要的了，拿著刀仔就可以了。是那人家你不要火箭炮了，那人家就找著導彈過來縫你咯、嗯、一縫就跌了 8.5%、嗯、好了，那跟著你說退出啊，又說不會不再救市，唉，死了啦、嗯、是跌完 8.5% 之後我死了啦、嗯、你告訴我都沒有用、啊、你兩天又鬥回咯，是啊，好啦，所有各地退市時間表，阿爺你之前都還發表了文章，這是阿爺做的，是阿爺做的，是不知道你將哪張財經報紙做的、嗯、不過不是北京那些、啊，不知道哪些山卡拉那些財經報紙做的，山卡拉財經報紙說有這麼多資料的，這些當然是有人提供他，是不是、啊、即轉手禮手出去說出來、我不會退的、這樣、嗯、韓國有17年，日本有7年，台灣7年，德國5年，香港4年，美國怎知4年、啊、你不要以為他們2012年、啊，其實現在都未了嘛，現在未完啊，是不是啊，他2012年是不再說不再買債而已、嗯、那接著他用了什麼，他用了 Twist 嘛，是 QE1、QE2 之後他用了 Twist 嘛、嗯、叫扭曲操作嘛，是扭曲操作，那個不是退市的、嗯、是不是退市，你加回以前美息加回到去是聯邦儲備基金利率去回這個2.5厘或者3厘先啦、嗯、現在0.25厘加多10倍啊，你這個是聯邦基金，即是美國聯邦儲備局有條件夠膽加到2.5至3.5厘咩、嗯、是不是，有牌你做不到啦，退什麼鬼事啊，好啦，咁啊好多時就話阿爺呢今次呢救市用了50000億，咁2008年呢金融海嘯只用了40000億啫，咁四萬億其實冇少用40000億噶，話用40000億，實質只係用了20000億嘅啫。係。咁再跟住咧就話要用啲行政措施，叫停啲新股上市，諸如此類，都話喺金融市場上面最大有能力嘅嘢。不是說出來的東西，而是說我請你喝杯咖啡、嗯、是跟著說你最近有些東西呢，即是我這樣說、嗯、說得即是白一點，很硬我眼，是如果你再繼續這樣硬我眼呢，我就有火遮眼了、嗯、那你還想不想繼續撈呢，是任何金融機構聽到都會知道，咁乜嘢係火遮眼，使啲火遮眼，阿爺就會話：我唔知哦，你自己諗掂佢咯。嗯。啊，諗到我已經冇火遮眼咧，我就唔會出盲拳噶啦。嗯。我火遮眼嗰時咧，真會盲拳噶。嗯。
唔覺意打親你就唔好啦。係。幾好啊！冇威脅，為你設想。係。我而家火車眼，火車眼唔俾啊！火車眼我生理狀態啊啫嘛。跟住以前我會打盲拳噶嘛。遮咗嘛。咁我好擔心打到你啊嘛。嗯。係咪啊？係。我冇叫你唔好做任何樣嘢啊。我純粹話俾你聽，而家咁嘅情況啫。我自己話俾你知，我有火車眼呢個可能性。嗯。又有盲拳呢個可能性。係。咁我叫你自己好避下。嗯。講完咯。係。係咪啊？嗯。所以你唔好以為我呢啲嘢係亂講。喺金融界人士入面都知道，新加坡政府最叻就做呢樣嘢。哦。香港金管局都試做過呢樣嘢。哦。啊！1996年已經開始有人炒港匯噶啦。係。唔係98年。咁當時咧，金管局揾咗間獅子銀行。嗯。啊！我唔知邊只獅子啦。係。啊！唔好講啦。嗯。獅子銀行去講，就話俾你知，跟住之後半粒鐘到之後，全香港銀行嘅利息扯高8厘，去到8厘，所有借錢做嘢嗰啲即死咗，係，即借錢炒嘢，炒股，從一聲咪收工，咁冇立例冇出錢，係，只係話。我請一杯咖啡，傾個偈咁樣，係嘛？講完啦，咁所以呢個過程入邊咧，好多嘢唔好以為係真正要出手。不過阿爺，我都覺得佢呢隊人咧係豬一啲，係成日要攞狼牙棒，要攞銀彈，唔使嘅，係。如果嫌咖啡貴咧，就請佢飲滾水，係得噶啦。嗯，話俾佢知，最近咧我哋好艱難。如果大家即係都使大家艱難咧，嚟緊嗰兩年咧，我哋就要飲滾水噶啦。嗯，要動之以情喎。啊，不過我咧就政府公務員。嗯，我點都有糧出嘅。係，我驚你哋啲花紅受到影響，一家大細都飲滾水，係，我真係好戥你可惜，好快啲翻去啊，啊，搞掂，完了咯，究竟要做咩嘢我唔使講，因為點解咧？班賊，你估佢唔知邊啲嘢做緊咩？心知肚明啦。心知肚明嘛，佢整翻嚟之後，再跟住就係、是、嗱，我一個禮拜之後再著翻嚟試，睇下我哋飲水定飲茶啦，定飲酒啊嗱咁。係。一個禮拜就搞掂啦。嗯。咁即係而家唔會退啊？應該有排都未退得住啊？都係咪都要3-5-7年啊？唔係3-5-7年，你睇下公安。是不是真的拉惡意沽空的人？很多人說都不知道什麼叫惡意沽空，什麼怎麼叫不知道什麼叫惡意沽空啊？是。證監說得很清楚嘛，跨境、跨市場、跨期，這個就是惡意沽空嘛。是。惡意沽空，你不要說惡意啊，沽空這兩個字在2008年，即係英國都用過㗎。哦，唔俾啲人沽空金融股啊。係。唔記得咗咩？批評中國政府話好似 IMF 嗰啲咁，你唔記得咗英國用過咩？唔記得美國用過咩？係。就係話你冇貨唔準沽。係。你冇貨喺嗰個時刻沽空，就係惡意沽空。因為你製造到社會的不穩定，危害了金融系統的安全性，是吧？
因為很多窮佬他們無得沽空，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這樣，很簡單，平時的你怎麼玩沒所謂，趁火你不要打劫，得閒你屋企煮飯仔，燒著咗一個床下底，呢個你嘅事，係咪？趁火打劫最大惡極，呢叫 market manipulation。喺任何嘅社會入邊，古今中外，都係叫擾亂金融罪，就係咁簡單。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金人十二，曬天下富豪於咸阳，其实都做一样嘢，咩啊？就话你班人唔好立乱喐，因为你对金国家嘅金融系统安全性产生影响，呢班人对秦始皇当时嚟讲。是 ISIS、哦、不過金融上的、嗯、你班有錢佬冚唪唥呢度就會第時夾埋搞嘢噶啦，曬天下富豪於咸陽，就驚佢咩？維護國家嘅係金融系統安全性，秦始皇都識做啊，係咪、嗯？所以你唔好話人哋講話秦始皇淨係。好咩？淨係識得焚書坑儒，你唔知道一樣嘢，原來秦始皇咁鬼醒經濟，佢知道有一句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嗰陣時已經係咁啦。有。嗰陣時當時之中係已經有繁禮經商等等樣嘢，冚冷係即係逐十一之利，冚冷都有噶嘛，蜘蛛計較呢啲係商業原則嚟噶嘛運作。係。係咪啊？咁陶朱公嗰啲人。冚唪唥當時都會有做噶嘛？你估當時冇販賣軍火咩？一樣有噶，不過軍火唔係核彈啫嘛，係弓箭啫嘛，同埋係鋼杖木尺嗰啲鑄嗰啲刀劍啫嘛，嗰啲唔係軍火啊，唔係 AK-47啫嘛嗰陣時，所以唔好淨係咁樣等嗰啲弓箭嗰啲就唔係叫做軍火啊，一樣有軍火商買賣，當時秦始皇就做呢樣嘢，就係因為。驚唯恐，呢、這個所謂不受約束嘅資本主義，所以一直以嚟，中國就講士農工商，傷害到最後，因為你呢班嘅不受約束的商人，係會危害到國家金融系統安全性，係會使其他人為你嘅貪婪而付出咗佢哋一生嘅勤勞。2008年雷曼兄弟爆破，你認為有錢嗰啲係咪立曬錢啊？奸嗰啲啊，我講有錢而善人嘅係咪變成窮人啊？窮嘅人而有善人嘅變成更加窮嘅人。係咪啊？咁呢啲嘢邊個同佢出面？唔係國家，你 IMF 啊？係咩？係咁簡單啫嘛。所以如果一有市場操控，我一路嘅睇法就係賺。嗯。因為你係打劫，不斷用所謂叫財技去打劫。嗯。其中有一樣嘢，我自己會咁做嘅，不當然大家覺得好戇居。平時咧，我都有做啲衍生工具。有揸有撥，有 call 有撥，聽到明框落沉啲咧，我唔做 put 嘅，係唔係咩嘢？唔係因為你睇唔睇到，當然我係睇唔到啦。點會啊？啊，咁只不過我唔覺得喺呢日子度揾呢啲錢，增加個社會嘅不穩定情緒，係值得你去咁去揾呢啲錢。所以我只係贊成，前幾日我都贊成㗎，買啲股票啦，我寫咗出嚟啦，你都要求大家做啦，穩定嘅市場啦，買翻啲大嗰啲啦，
1998年我都叫大家買匯豐啦，不而家就唔好買啦，因為匯豐差啲啲。嗯。咁我咪叫咗買其他好多樣嘢噶啦，有建行啊、工行啊、中移動啊，有平保啊，有呢個中人壽啊，有港交所啊，仲有中國銀行啊。係。我叫人你哋是但啦，任何買一手啦，得嘅就樣樣買一手啦。咁我自己就每樣買個兩手，唔好到時話我叫人做，自己又唔做。係。不幾好啊！而家都賺咗一兩個先啦。好啊。係嘛？嗯。係咪叫好人有好報咧？唔係啊，我鬥氣啫嘛。你咁叻，你班孤膽嘅人，我就喺呢度坐佢一年、兩年、三年，我坐得起啊。係。你係咪可以同我沽足一年、兩年、三年啊？我認為你沽唔起啊。係。就咁簡單啦。所以有陣時呢個市場咧，就係話，當佢去到好虛怯嘅話，好多人唔會咁做嘢。係。咁咪出到嚟。呢啲賊如取如攜咯。如果唔係嘅話，個個都企出嚟做下嘢。你點做啫？呢班賊。係。呢個世界都係咁嘅。嗯。唔該曬，謝謝。好嘅。嗱，想重温翻謝 Sir 手機瀏覽，歡迎登入 hket.com 嘅短片區。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